往南仁湖南仁山最高点前进。听到老鹰的叫声，好，满坑满谷的蕨类植物。到达制高点，不好意思，他们两个人吃三颗。嗯，那光线是。这开壶几个孩子？这以前的玩意，哦，这可以加大什么？停回来，不用走，跟着姐姐走。小心哦，弟弟，他在你后面。最后，好，走吧。现在已经录。恒春杨梅，到处都是。走啊！还有鹿仔草，拍过。哎，但你用鹿了？嗯。这哪需要鹿耶？那这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声音会录音机。这是什么小花花嘞？我声音会录音机。紫色的，白色的。刚刚是张英去小房间，还是不理我，至少打到了，打到了，还是不理，等一下，打到还是不理。